越需要用力抹去的，往往越是不敢面对的，越想忘记的，往往却是最难忘记的，是不是皇帝？皇上，这些日子您一直待在梅坞，也不肯出去，后宫的娘娘们都盼着您呢。要不然奴才陪您出去走走吧。皇上，慈宁宫那儿来人传话，太后想让您过去坐坐。知道了。皇娘，永琰已经成婚了，也封了亲王。这些年他很争气，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是啊，都九年了，永琰的大事已定，而七公主和九公主也都已出嫁。哼，这皇贵妃还如同疯妇一样活着。皇贵妃这般模样，完全是她咎由自取。那是她罪有应得。只是，永琰大了，这样的额娘不好看。事情可以有个了结了。儿子明白。主，喝汤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奴才刚忘说了，这不是殉国汤，
这是一碗鹤顶红。皇上，不知当年皇阿玛立下储君时，是否也像朕今日一般，如释重负，又惴惴不安？先帝乃千古明君，才选定皇上，成长天下。皇上心书于览，一定会为天下苍生，定一位仁君。朕这一世，夫妻恩情，贫愚恭顺，父母之恩，儿女之福，都已经失去了一大半了。朕终究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介寡人罢了。太上皇，您要找什么？奴才帮您找吧。那个盒子。哎，太上皇，是这个吗？
先下去吧。这。绿梅抽芽了。